去年国庆日发生的南丫海难，夺去了39条生命，是香港40年来最多人丧生的撞船惨剧。我叫他放心安息，我和爸爸妈妈哥哥会好活得精彩的。一年来，死难者家属选择沉默，寄望政府的调查结果可以给家属一个交代，追究责任，避免日后再惨剧重演。不过事隔一年，毫无遵穿，家属决定公开身份，向政府讨回公道。不是说绝望，都不会需要走出来说。39条人命，还差的都是政府一个交代。政府是原地踏步，对我来说是刚刚开始。黄大华，南丫海难的幸存者。去年国庆当日，他坐上南丫四号，准备到维港欣赏烟花汇演，结果一场撞船意外，他们一行九人四个葬身大海，当中包括他太太苏桂媛。他是之后早上喝杯龙井茶，吃面包，出事之后朝朝早冲杯茶。自从他上了神台之后，就开始是成了习惯。依波耶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，三世诸佛。依波耶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恐怖。根据海难调查委员会的聆讯资料，双体客船海泰号和南丫四号分别以时速22里以及11里，以大约40度角发生碰撞。我哋差唔多8点钟就上船啦，坐喺船舱后，后边数上嚟第三排嘅，咁我就坐喺窗口位，左手边嘅窗口第一个位。其实我都系第一次喺个海度睇烟花，系好期待嘅。我哋当时喺个船度欣赏月色嗰阵时，都觉得好开心。个仔同个老公就坐咗喺水铺嗰度，因为船尾嗰度就摆咗好多一栋栋嗰啲水泡喺度嘅，隻船開始行嘅時候都係好慢嘅，覺得好悠閒、好舒服嗰種感覺咯。咁我兩個手遮住注意力，望望出邊。我記得望第一次冇事，第二次冇事，望第三次咧就望到有一隻船斜斜地咁樣駛過嚟，有個船撞緊埋嚟，完全係冇嗰個時間，係差唔多同步望到縫，咁就撞咗啦。跟住架船已經係。褪後個人已經倒後，隻腳好似係坐嗰啲倒後嘅過山車咁樣，揼一聲由個頭咧落咗落水先。南丫四號底層嘅機房同油箱房被撞到穿咗兩個大窿，海水迅速湧入，再沿油箱房嘅通道湧入尾艙，令原先只係兩個艙破損入水，最後變成三個艙都入水。撞船之後96秒。船尾主层甲板开始下沉，再过22秒，船尾已经触及海床，整个沉船过程历时不够2分钟。澳洲造船专家指，南丫四号油箱房同尾舱中间消失了的水密门，是造成今次极速沉船的关键。冇想过船会沉得咁快，我哋咁快就被浪打咗落海咯。揽住我仔嘅时候，我不停咁拨水，拨咗一半嘅时候，我系俾船身嘅架拦住咗，上唔到嚟。咁嗰刻我都要我自己死紧，困咗喺架船舱度，我哋全部翘埋晒一齐嘅，好嘈啲声啊！上面又有直升机，有啲灯光打落嚟，有啲救生艇飘咗埋嚟，就敲上啲窗咯。一敲咗窗咧，上邊成排凳咧就拍落嚟，啱啱拍正我頭頂嘅，咁我都冇暈到喎。個見到我太太個頭浸咗落水，咁啊我知大鑊啦。咁嗰陣時啊，就嗌救命啦，我又即係大聲嗌救命。我攬住我仔，
我要求生不是求死，我不停地撥，好彩浮翻上水面。消防員逐個逐個要我哋輪住快啲出去啦。有一個男人死掹住個船邊唔肯出去咧，因為佢話佢個女仲喺入邊喎，後面都唔知佢個女救唔救得翻。咪攞到呢啲咯，嗰啲佢認翻嗰啲物件咯，呢啲咯，錶啊啲嘢咯，相機嗰啲咯，八達通嗰啲啊。劉太個女同女婿喺海難中雙雙遇難，佢哋喺出事之前啱啱結婚唔夠兩星期，呢間房舊年呢個時候仲係充滿新婚佈置。估唔到一场意外就带走佢两名至亲。佢啲结婚相，结婚相影咗，都未攞翻嚟，都人都冇咗啦。后屘先至叫我女去，都唔知佢喺边间。后屘揾到佢张纸先攞到翻嚟。我好少入嚟嘅，而家都冇咩，我都冇入嚟，多数闩埋门嘅。我女婿抽到咯，咁啱咪帶個老婆去參觀下啦。抽到就咁樣，抽唔到啊好啦，正式抽獎死亡證啊正式。總之白頭人送黑頭人啊，邊個唔傷心啊？黃大華同其他幸存者以及遇難家屬，一年嚟都冇辦法走出海難嘅陰影。佢太太喺惨剧丧生之后，佢承受唔到工作压力，冇再翻工。同太太行咗十几年嘅呢条行山径，因为怕触景伤情，已经好少再踏足。唉，早晨。哎呀，好多系根本系我太太识落，咁我哋同佢一齐行嗰阵咧，啲人认得我，有啲咧好耐。即係先問噶嘛，即係呢排唔見阿黃太啊咁，咁你話唔話俾人聽？實要話噶啦，秋涼啊，或者冬天就帶只狗行，咁我太太行得慢，咁我哋行行下，只狗就擰翻轉頭咯，望下媽咪上嚟未咯？試過帶過佢行啦，佢一樣係咁擰翻轉頭，咁我同佢講咯，我話啊媽咪唔喺度噶啦，唔使諗啦，唔使望啦，我話你。個幾月前，佢啲仔女同佢商量之後。決定裝修間屋，等佢可以淡忘心裏面嘅傷痛。而家剩翻佢生前呢件衫同埋一條牛仔褲，呢啲又唔阻訂著。呢件衫佢係最中意嘅。不過佢始終冇辦法了結心事。佢話一日未追究到意外嘅相關責任，佢都唔會心息。雖然話已經係接受咗佢已經唔喺度啊，但係咧。仲係放唔低，好掛住佢，但又做唔到啲乜嘢喎？做到啲乜嘢？做乜都做唔到，只係可以日日啊，裝住香，沖杯茶俾佢啫。林木莲一家三口在海难中侥幸逃过一劫，不过他之后患上创伤后遗症，在意外中又跌伤尾龙骨，一年来他身心饱受折磨。他现在一个星期平均三四日要去医院和诊所做治疗，虚耗时间之外，还要负担沉重的医药费。
好貧迫咯，一個禮拜係睇好多醫生咯。食咗啲藥，你可能日日透瞓到揾揾揼揼，但係夜晚黑又瞓唔到，好似日日顛倒，你變咗仲辛苦咯。到而家都覺得係咪一場夢？會唔會仲有啲咩意外會發生？驚個仔有事咯。人遇到啲意外，唔係自己想象中咁容易可以平復翻。南丫海难调查委员会报告揭示，造船厂、船公司、船长以及海事处都要对意外负上责任。其中报告指，南丫四号由设计、建造到验船过程，每个步骤都接二连三有好多唔同嘅人犯错，令水密门一直冇按图即装上，系今次极速沉船嘅关键。负责审批图即、发牌以至每年验船嘅海事处，17年嚟都冇人质疑图即上列明嘅水密门实际上就唔存在。报告仲点名指呢位退休嘅验船主任喺最早审批图即嗰阵，理应发现多张图即上嘅水密门设计有矛盾，但系就冇要求造船厂修订就批核。多年嚟，唔同嘅验船督察上过南丫四号进行检查。但系就冇人发现船上冇跟图即安装水密门，多番错失补救嘅机会。结果喺复核计算南丫四号嘅抗沉能力嗰阵，佢哋全部犯同样嘅错误。报告强烈批评海事处监管船只安全制度上存在严重问题。我哋都系深感吸取咗教训。我哋要尽我哋所有能力做好所有嘢，喺局长嘅督导之下，我哋会尽我哋所有能力。我想就是处长和局长都答不大家。根据条例，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内容不可以作为刑事或民事诉讼的依据。政府成立一个督导委员会改革海事处，同时进行内部调查，看看是不是有人失职、违反纪律或者是违法。作为部门首长，海事处处长在家属发出联署公开信之后，先至鞠躬道歉。彭家豪的妈妈在海难中丧生，去年这个时候，全家人都在度忙于帮他筹备婚礼。意外发生之后，他妈妈看不到他成家立室和个孙出世。一年来，他最大的感受是政府在海难进行聆讯，发现海事处涉嫌失职之后，就开始淡化这件事。既然这个报告是你们政府去接纳的，为什么你不可以直接去负你们应有的责任，而是继续是用一个内部调查，或者有一些人已经牵涉了刑事的部分，所以不作评论？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负责的行为。死难者家属一年来选择沉默，是相信政府会主动交代责任。不过家豪说，政府的回应令他们很失望。我不明白为什么要一些家属继续去向着政府去做一些抗争，或者要去找律师要打官司的。很疲累啊，是很疲累的一件事。黄志坚在海事处任职32年，负责审批本地船牌，两年前已经退休。今年初，海事处以临时合约方式重新聘请他协助海难的调查工作。不过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里面，他就被点名指他在审批南丫四号最初提交图即嗰阵，冇发现图即有矛盾。结果报告公布之后两个几月，他以个人身份入禀高院申请司法复核，要求推翻报告对海事处职员的指控。我们那些所谓高层全部都是跟我一样
係唔認同嗰份報告書，由頭到尾都係諗住個部門去做司法覆核啫嘛。個部門而家唔肯去做啊嘛，我完全覺得我哋係俾人污蔑嘅喎。咁我俾人污蔑，我如果我唔出聲，我可能我依一世都好遺憾。所以我要個人，我就算明知不可為，我都要去為。黃志堅話：基於日後可能涉及官司，所以現階段佢唔可以具體回應報告書嘅內容，但係就強調。報告書指南丫四號如果裝有水密門，就會沉得慢啲。呢個只係基於假設而作嘅結論。點解我份報告書咁多假定咧？猛咁講話，假如有水密門就會點點點。我覺得佢係誤導緊其他啲人，因為佢講假如，我咪講假如。因為如果你揀咁多假如，都咁多假如可以得，做乜你份報告書唔寫埋嗰啲假如啫？我都話唔講，你話國慶唔國慶？你假如隻船行慢啲啊，唔撞啦。咁我可唔可以講翻句，即係話，假如政府當日唔係請咗你呢個庸官，你負責批呢隻船，可能冇呢單意外喎，可能揾一個好啲嘅官唔批呢個圖則，咪冇事咯。个仔系港灯嘅工程师，海难嘅其中一个遇害者。四月底海难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之后，五个月嚟佢约见过运输及房屋局局长，要求政府尽快交代海事处责任，惩罚相关官员，又向律政司同申诉专员公署求助。不过官员都系以内部调查作回应。一埲墙，我觉得官员同我哋一埲墙啊，隔咗。好高嘅牆，係我爬唔到上去。見到嘅都係求其安慰你幾句説話，唔係真係了解我哋嘅民情，究竟我哋嘅心意係想點？生命何價？39條人命就因為人嘅疏忽、魯莽。就白白斷送咗啦！我哋聽到嘅都係令人沮喪嘅説話，一而再，再而三。唔通真係要公道自在人心？我哋一班南丫島海難家屬。家屬最關心咧，就係話會唔會我哋一路拖啊？因此就整整下冇件事咁樣，我相信呢樣嘢係唔會發生嘅。而家我哋嗰、那個調查小組咧，佢所要求提供協助嘅當中有首長級嘅人員，亦都當然有非首長級人員，包唔包括處長廖漢波？我唔想講邊一位啦嚇，但係即係話我只能夠好籠統講，就係、是、首長級人員都係牽都係有被提要求咧，係提供呢個資料嘅。一年过去，死难者的家属都希望可以逐渐走出伤痛。古太话会陆续帮个仔整理好啲遗物，包括翻大学攞翻佢嘅成绩表。佢而家已经接受咗个仔唔喺度嘅事实，不过一日未讨回公道，大家嘅心结又实在难以解开。梦见过一次佢翻嚟见妈咪。可能佢會感覺到我掛住佢，佢會翻嚟見一見我，都幾掛住佢，幾掛住佢，係好掛住佢應該話。
我是死难者许家伟的爸爸。我是遇难者梁家文的妈妈。在过往这一年，我们的生活仿似行尸走肉咁样。我已经心力交瘁，亦都对香港政府好失望。好心对呢一次系天灾定系世事无常咯？伤胃系好无助嘅。放烟花对我哋嚟讲系一种噩梦嚟，最好以后唔好放烟花。跟住落嚟系咪姐有请，港人移民人数回升。肯从土生土长之地连根拔起，共同想法就是香港不宜久留。后生一辈不适应香港发展，所以投奔台湾。年轻父母不满本地教育，要回流家国，是为了下一代。香港究竟发生什么事？铿锵集下星期日晚7:35。